的心头，冥冥之中你要现在遇见我。坠落，我醉过，斟下冰凉的美酒，醒来以后还有你在陪着我，那种微酸的滋味，有点微醺的感觉，梦做一半比较美，爱我的人还没。点上来啊，眼神一转的愚蠢，不相信我要陪你一整夜，我要今天的完美，不要明天的我是恭喜呀，神太开心啦！我再落翻嚟，哎呀，我哋嘅专业咯嚟嘅，哎，热情太激烈啦，哎。我哋入地狱，衰入入地狱。十五分钟啊，哎，15分钟啊，想紧啲，15分钟啊，都系要点样 off 咗佢咧？咁翻个仔，你头先做咗咩嚟啊？我很高兴的速度跑落山，哇，最20分钟的速度跑回来弹回来，5分钟速度跑落山，你知道又震到都有了，又整只脚踩落个窿窿度，又雪跌落，好激啊，好激，呢样呢个时候走得好快，你真系。我好似跑步咁跑落山，唔使佢录噶喎。吓咁犀利！识字噶喎，除咗啲你问人咧，你又贴文天皮嗰啲。啊，下次有啲 junior 咧，你就咁样啦。咁样就唔好问自己谂。仲有唔使食啊？嚟嚟，俾个位先。似一狗狗嚟煮啊，踢咗。介绍下大厨。不提煮煮饭时要包头啊，真系为真嘅啫。呢种大厨咧，佢哋系讲个头发千祈唔好跌落去，好水得。头发跌落去咧，第一又第二就系嗰啲汗好咸，嗰啲味道咧就变咗少少啦。跟住头发食多都唔系几好。点解会打结啊？消化不良啊！系啦，你一出去已经激住咗。所以我哋呢种小食为妙，最好就唔好食。好。邊個識介紹一下啲餸？唔係啊，攞呢個呢個呢個醜嘢啫。揾啊，揾你介紹，你介紹餸。嚇？呢個四大天王。冇變啦。我哋有四大天王，有大煲飯，有腊腸，唔知炒咩。我哋一邊食埋睇人啦。咁開始幫啲飯啦嘛。讲下啲生日感想啊！好开心，好开心啊！唱啲生日歌俾你听。我开心睇到大家都上到山，又可以响咁靓嘅环境之下，系啦，又可以咁多次睇一啲优美嘅环境之下，一边睇日落，一边食嘢。咁你平时啊，有几多个冇上山啊？以前你爬咗咁多轮啦，冇试过，冇试过，数码都上过，慢啲啫。我都谂住，我个立国你咁，你都叻啊！因为我哋唔想行咗嘅，因为我哋有嘢食啊。最重要嗰啲帮我哋拎咗，佢哋死硬嘅。哇！我哋慢慢行。
大人拎嘢整水啦，揀啲最重。唔係呢度呢度呢度都初期。唔係讀翻嚟嘅，走出嚟嘅呢個。機器仲係新嘅，不過